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我们大慈大悲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玉皇大帝，大慈大悲诸天圣神佛菩萨，大慈大悲六位祖师，在下当下所有维新圣教法师准讲师讲师，各位贤士同修，大家平安，大家好。现在此时此刻是各位的圣诞日，是各位代表王禅老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的所有维新贤士，在这里与王禅老祖同宗同源，同受无量寿。我非常的感恩和感动，在刚才焰火坛完圆满时，风水雷电大天尊都已经光降要来参加王禅老祖圣诞的祝寿法会。在今年丁酉年的水陆法会，从3月19日开始升坛，到明天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也是现在开始了圆满。在今年的水陆法会，意义非常的重大，是本维新圣教领天命，为国修道，为民族大圆融，举办了第12坛地主大典圆满的当下，我们在以水陆法会和供养经宝，总共由维新贤士诵经，恭送维新圣教30经，共1240万部，这个功德是非常让我们感动的。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你们都是有天命。王禅老祖倒驾慈航，领受天命，为天下太平一大事而来。
那么相对现在大家也都是王侃老子的门下弟子，各位的天命也是天下太平这一大事，是我们为此而来走一趟人世间啊，悠悠岁月七千年的中华文化道统，含含糊糊的五千年来的中华文化道统，血脉血肉恩怨情仇，解冤结冤无了时，所以才有今天维新圣教啊，起立在世界，这是王禅老祖与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诸天圣神共同的天命和本愿啊，宇宙虚空星辰如恒河沙数那么多，但是让人能在地球上生存的只有地球一个，没有第二个了啦。所以这个问题呀、啊，王禅老祖道教慈航35年了、哦，时时刻刻忧心忡忡啊，语重心长，心情非常的沉重啊，告诉我混元说，一定要排除一切万难。建立一个新宗教在地球上，在台湾净土上才能够天下太平，这个是我们维新圣教今天我们有这个福报都归于在王禅老祖的金莲座下修行。所以今年的水陆法会坦坦非常圆满，我们经由上明下定大和尚代为敦请佛教界的高僧界的84位每天恭送诸经设立7坛一所，还有涅坛以及天坛啊，这七永日的诵经，祈福消灾，化解干戈，息战争。所以在我们法会升坛的那一天，世界几乎要发生战争。韩国、南韩、北韩、美国、大陆、苏俄、日本。面临的擦枪走火，我非常的忧心，王禅老祖说真的也非常的担心，那我们就只有祈祷的王禅老祖慈悲，台湾祖师慈悲，诸佛菩萨的慈悲，化解干戈息战争，加上我们用水陆法会大家所有经宝法印的功德回向给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干戈息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啊，这个浩劫时时刻刻会发生，那么这个问题也是冲着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的意志力而来，所以我们要更加的坚定信心，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以诵经来祈福的功德，
乃回向，终于稳定了。我们不敢鞠躬，我们只能说对得起良心。所以老祖说真这几天来一直在奔走法界，在为调解北韩的无名终于王禅老祖和台湾祖师慈悲开示了一条路，我们要做的，我们要继续诵经天德经要诵最多，消灾化解一部经就是鬼谷先师天德经，是消灾化解的一部经其他的经当然很重要，但是最重要是鬼谷先师天德经鬼谷先师天德经功德力可以超佛越祖可以化解干戈习战争，可以消灾化解，所以我希望各位在座都是老祖早期的弟子法师与讲师还有老弟子们，大家本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功德，我们继续努力今年的水陆法会非常圆满，那明年照常在戊戌年的水陆法会也是这个时候，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各位法师讲师、各单位的主管们尽力量挑起这个担子，不要懒惰，修行的功德是自己的所以我们要成圣成贤的依法修行，依照奉行，绝对能成就的。那明年水陆法会我们是祈求世界和平，再加上我们要奉送列祖列宗诸祖灵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为本愿。佛说阿弥陀经每个人必须要有100部以上做功德来回向今年短时间要大家送48万部，结果是送了加起来93万部，我们移除功德来回向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各自以今天的位时领受功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这是我们的本愿和希望我们来为各界各位同学们奉送这么多的经宝，回向给列祖列宗诸祖灵及各位超度的家中堂上诸祖灵，我们用欢喜的心来鼓掌。对，谢谢，谢谢，谢谢。各位维新贤士、各位法师讲师，维新圣教的发展，去年已经迈向世界。跨出一大步，今年的维新圣教更要跨出国门到世界与世界各国宗教界我们要多交流和交心再加上要
把维新圣教的妙法普利人天以外，要普利地球村，成为地球村。所以我决定啊，在四月一日开始，农历四月一日开始，要将鬼谷子心法在台湾阳宅风水学的奥秘，用以五分钟的方式来阐解风水学的奥秘，然后铺上啊国际网路，让地球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接受到老祖出尊的妙法。这样来的话，我相信王禅老祖出尊天下太平的天命就寄托在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利人天了啦。啊，这即是我们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要跨出第一步，是第35年的开始。啊，我们有信心。我有信心，大家也有信心。啊，老祖出尊给我们的天命，我们一定要达成。那我们这一生就不会白走了。今年水陆法会，啊，执行长由圆堂法师担任，已经2年，要退休了。接下来由圆通法师啊当执行长，啊，圆寂法师副执行长。像明年的法会，把它办得更圆融。过去的经验，大家的精神。第一任圆寂法师，第二任圆寂法师，第三任圆堂法师，第四任圆通法师，一直顺下去。在明年的水陆法会，啊，能够及早准备的准备，但是最重要，大家要赶快诵经。好，我请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所有董事，啊，大家同心同德协力，啊，秘书长一起来推动关怀。今年在最烦恼说都达不到1000万步，结果1240万步，啊，也已经到达老祖交代我们的天命啊。好，那我们今年的天命，消灾化解，世界和平。啊，我们所有的法师、博士班同修，你们一旦有时间回来新佛寺，你们务必要到天坛龙边的世界和平消灾化解大天尊的碑林呐，虔诚是先行三拜礼，啊，那共同来祈祷世界和平，这是能够圆满的。所以我说要说的话太多了，讲太多，你们听得也会烦，啊，不讲，到时候问题出来也会更烦，啊，所以今天法会，祝寿法会，
好，我们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本着同心同德。那明天早上一大早五点要斋天，我希望有能够参加的尽量参加，这是个人的福报，可以为众生祈福。天地无我金刚心啊，这是我们应有的认知啊。啊，然后早上有预圣啊，预圣呢，各位同修能够来参加预圣的，尽量参加预圣。那今天最后一堂五大宴事啊，宴口坛的五大金刚上师，我在千手禅堂为各位禅解了啊，了解金刚上师五大金刚上师与我们唯心圣教易经啊，心法完全是等号啊。那我们的今天的普桌三千多桌啊，我们志工大队还有我们配合的道场啊，都发大财，下大雨感觉冷啊，等等等，发大财。好，我们大家要谢谢他们啊，谢谢我们所有的今年就台中道场圆力法师、圆生法师，还有助工大队一百多位曾经做所带领的同修们的努力啊。在这几天来每一堂都有这么多的贡品，所以这个贡品啊，普桌贡品，凡是有参加的，我建议你们请回家讲平安，好过个探吉。啊，领完了一个礼拜内领完了，啊，那再分配给各分支道堂，啊，你们去运用。啊，领完了还有剩余了，才留作啊这个慈善团体跟他们结缘。安跳舞哦，好了。好，祝福各位新的一年我们跟老祖祈愿，好，祈愿老祖啊，第一啊，祈愿易经大学妙法走向国际立人天。第二愿啊，易经大学唯心圣教立校，为国家正统教育体制及早顺利啊，及早能够顺利。